束住暑假的尾巴。反诈骗协调中心在今个暑假同香港各大银行又有新搞作了。各位港漂同学要注意啦，当去到银行开户口的时候，贴心的职员就会送上一份港漂自保锦囊给你们。锦囊里面除了会列明香港现在现行的骗案，还会提供一站式的自救方案，遇到骗案都不需要怕。港漂们来到香港奋斗，骗徒就是哈你们不熟悉两地法律和文化，所以将你们定为重点目标。不过咁，有我哋港漂自保锦囊，只需要你搣出呢一页有幸运曲奇图案嘅自救方案，当系护身符咁摆喺身，提醒同学之余，亦寓意为同学仔带嚟一个幸运、开心又安全嘅学习生涯。